你是要嫁人钱哦，要嫁几块银钱哦？啊！闪！我要去死呢！你还要拍死人？啊！即摆搁家去无叫，你有才调无？你着好有才调行，欠人叫啥？你要怎么见笑啊？好啦，我知我唔对啊，你莫讲命啦！我若有钱，我哩一定行啊！我身躯都无半仙啊，无半仙。 甲你招去，抓去袂住。不不不，我错啥？我袂袂赢个啦，不是袂赢个啦。你是阮车，你来这抓去袂住个啊？你找真车嘛哈？闪！哥，你倒来嘛啦？行。别倒啦！你啊！来！啊！阿长，我倒来倒来，肯定有代志，你哪个会闪？我来甲你讲。准备。 你去找马萨大呀！喂呀，马萨大嘞！恁倒一个是马萨老大？总，恁大家都处理个啦。是啦，今麦是啥情形？大，你是马萨大哦？我有代志要跟你参详。是啦。 一个查某人亲门大户，要来跟我参详代志，你敢头一天对话哦？你唔知影我的规矩哦？对，唔是安尼啦，这个会结证哦。伊伫咱场啊，苏金的叫嚣，若变啊这查某是正常营销妹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我所以派人啊，要甲证人阿转来，要处理叫嚣的代志。我嘛唔知影营销妹哪会向公公安尼撞入来。 你干嘛怕伊哦？你即将就会破啊！唔得死我啊！你是咧惊啥啦？你即摆是欠人钱尔，咱今仔日是来讲还钱的代志，我第一次听说小丽，所以我无头先去说，但是今仔日你我搁骂啦，你想要怕？你想要怕？马上！你骗啦！我被人家欺负了，你干嘛出这一口气啦？出气，出气！我一定帮你出气。 不要在这里给我下死下阵啊！这位姑娘，咱要哪称呼？我叫春花。春花，春万要来给我马上回就对了哦。